呢度啊，零手款啦，零手尾咧。呢八個音咧，唔可以話淨係哦用手腕，即唔係話咁樣。其實係同一個時候咧，係會有啲要用前臂啦，有啲動作咧係用手腕，有啲用手指。咁我哋點知道幾時用邊一度呢？其實就係用個音色，你聽到個音色，或者你入拉嘅時候，你感唔感覺到支弓係即係好似唔即係個控制唔夠，或者好浮咧？咁你要調節，但我是如果你望下我頭嗰兩個音，我冇話用手，唔係咁樣。然之後 A 然 D 然 C 字，但你都睇到個手腕唔係咁樣，唔係咁明顯嘅。其實係你要有埋手指嘅感覺。五隻手指，但亦都唔係好多，唔係。雖然你的手腕有時都有動，但整體呢你其實是用那個膊頭，我試下做出來，你應該見到呢我這裡這個形這樣，這個形在這裡動，整塊是沒有變的，整個框在這裡動。你見不見到？但是應該是你的手這個關節，你要在頭那兩個音的時候你要試下打開，是不是？你聽見都打開了的，你見不見？但是剛才你是你知不知道看不到分別？我們要打開，你試下不要望譜，你試下望下這裡，你這個關節為什麼你望左手呢？望右手，你向回那邊，向回你望這裡這個關節，你看哒哒，是啦，好一點，是哒啲，